你们知道吗？我刚刚问静讲说你有没有带泳裤，他跟我说他没带。你叫我们就都看光光了。大美女，然后先吃自己的身体，这个世界是人生里面最真正的男人。你到哪里啊？他吓你一大跑、欸！这是告白吗？不知道，那就听了吗？就不知道的意思是有机会的意思。哦，三音着放，我是变态先生。今天是我的完整月份。今天我找一位超级美女跟她一起约会，然后今天的重点是还有一个拍摄那个文件，然后我要比较看看日本的文件还有台湾的文件有哪样的差别呢。好，那今天的超级美的来宾就是她。阿耶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但人家是不知道我是谁。哦，的话，一起约会，然后开箱看看台湾的温泉。好，我其实之前有去日本泡过温泉，然后他们都是全裸的，就是不穿衣服的这样子。但是台湾的好像普遍都会穿泳衣，对。这还有点可惜的，可惜屁。所以你知道台湾的温泉的事情，所以今天的酒店的话，你很适合。对。哦。Oh,很棒哦，那我们要马上去吧，出发 go。 想和你说些晚安好吗，和你做些什么好吗。好，到了。好高级哦。对，你带我来那么高级的。对呀、因为是你嘛，所以我要准备比较高级的。好好哦，那进去吧。我进去吧。开箱吧。对，开房间了。拜。房间的前面，进去了。哇！哦，是榻榻米的耶。对，真的有日系的感觉。是日式的感觉，我脱个鞋子，你也脱鞋子。这是什么？厕所。哦。它厕所跟泡汤的地方是分开的，是可以干湿分离。然后这边有一些牙刷啊、盥洗用具放在这里。这个房间怎样？哦，这边可以喝茶，然后又有饼干，我吃哦。这很像日本哎。对，这个房间虽然没有那么大，但是有慢慢的日本风味的感觉。你后面那个是什么？这里是日系。哦。英国汉堡很香。然后这边还有那个。哦。有那个耶。这叫浴衣吗？浴衣，对。我的声音太大了，不好意思。有可能我的声音太大到了。喂。天哪，你都不知道，刚刚我们不用坐计程车来耶，他这边有免费的接驳车，可以把我们接送到那个捷运站。那我们等一下三点退房嘛，然后3:20就有一辆，我们就可以打过去。原来高级的饭店有这样的，有免费接驳车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里面。好，对你，真的完全没有台湾的那个温泉的感觉。台湾的有的温泉的话，只有那样的，就只有那个转汤屋嘛，就没有像这边有一个合适小客厅的空间，让我们休息。啊，还有茶。这边有饮料可以免费喝。对，这个真的好羡慕的感觉，因为里面的这样饭店温泉的话，饮料也不会免费的，它都是招待的。我要喝可乐。这里就是我们的房间，它有分热水、山
水还有温泉。哎，这有什么差别吗？好像那个温泉是比较有味道的那种。好，那这个好了，因为难得来北投，我们用温泉的了。我的女朋友很贴心。对，我来帮你扶。哦。那个我看很多日剧啊，不是都要等先生回来，然后老婆就会说：“先生，我帮你把这个热水都放好了。”哦，原来就要这样子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刚刚问静讲说你有没有带泳裤，他跟我说他没带。啊哈哈！所以怎么办？因为我只说这个是日系的温泉，所以。历史的文件的话，你这样我不就都看光光了？没办法。这我没办法，不行。没有带的话没办法。那浴巾。啊，对。这样围起来。这可以围起来吗？围起来。洋服能不能围起来？我先洗啊，你先，还是一起洗？不行啊！OK， 那我先。你先洗。我就把这个空间给你洗掉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是透明的。对啊。那你洗澡，我不就会看到？我不想看你洗澡。为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想看到你裸体啊！好看啊！不行啊！我长针眼怎么办？不想看。不行。我要看你洗澡的样子。哎，不行。要看我洗澡的样子。哎，这透明的啊，有这个拉门了。那我要出去了，再见。你真的不要看吗？我不想看，再见。不想看，真的吗？再见。以后没有机会哦。不要，我不要看。我来了，这个粉丝福利的时间哦。我最近其实瘦很多了，对，我原本的话有大概70公斤嘛，但是现在的话大概65公斤，瘦大概5公斤。有腹肌的感觉吗？哇！但是这个一个人吃甜点的这个时间超级紧张嘛，对，但美女然后先吃自己的身体，这个时间是人生里面最紧张的那种。但是对跟美女一起跑完整的话，先要好好吃自己的身体，很赞的男生不会被说谎。好，我现在洗好了，那要叫阿丽斯吗？阿丽斯，我洗好了。你是有穿衣服还没穿衣服？装那个毛巾。确定哦。确定的。有。哦，好，那可以。那该我了，你先出去。啊，我有去舅舅吗？你先出去等我，然后我要进去换衣服啊。你在哪里啊？他下你大包。没有，秃秃的。没有啦。会黄标啦。这真的会黄标。我去拿了。好的。它是 Overwatch 的一个角色。Overwatch。对，好害羞。对，我也是。你冷静一点哦。还冷静，对。我可以。还是你要帮我脱？可以。交给我。这个不会烫吗？不会烫。他们的这个温泉的汤的感觉是怎样的？哇，它有点滑滑的，乳白色的。
臭，不是硫磺的那一种。那我记得他们刚刚好像有说，这个好像可以养颜美容，原来泡了会变好，然后促进血液循环，就是让就是女生冬天会手脚冰冷，泡一泡会比较舒服。嗯，你拿起来啊。我要小心，你要小心你的毛巾不要掉下来。哦，你真好，你真好。空间也真的很大，嗯，三个人都不出问题，如果要多人的话，对，多人，所以应该跟家人一起来，爸爸妈妈啦，小孩，嗯，一起进去好像可以的，可以，超级大，好小。那如果是约会的话，你觉得男女之间感情会升温？哦，有那个感觉吗？对啊，他一起看着窗外，然后就这样。这个两个小时3000块，很便宜耶，很便宜哦。你要想啊，像如果去 motel，比如说维格 motel 2个小时3000就差不多。哇，是哦。你在 motel 吗？你有去过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去过。最好是，所以最好是。跟那个 Mila 还有在丽媛频道里面有拍过。哎，我很好奇，那你们的 motel 是长怎样？你的 motel 超级小的，而且很贵，比台湾的 motel 很贵啊。然后会很脏吗？因为很多人很多人在里面。对，那个西都亚新这个那边的 hotel 的话，有的 motel 是真的超级脏。脏吗？对。那它上面不是都会有什么手铐啊、情趣用品？啊，我没有去过，所以不知道。但是好像有，台湾的话有吗？嗯，我是没看过啊，我不晓得。没看过。那有机会的话，在一起去吗？嗯，我再考虑。好，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粉丝给我们很多问题，其实我也还没看他们的问题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内容。好，嗯。嗯，那是不是我的粉丝爱色色的感觉？因为你色色，因为你色色。对，谢谢。哦，OK， 这个好了。你有没有喜欢男生的那个动作之类的？哦，什么动作啊？对，我喜欢男生帮我脚底按摩。原来。因为我觉得很舒服，然后比如说怕碰到我的脚，我也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，恋爱的感觉。对，我超喜欢按摩的。哦，原来。那按哪里我都可以，就是帮我马杀局，我就会觉得很加分。按哪里都可以。对。哪里想哪里。OK， 我要背起来。对。哪里？好，下一题，你最喜欢的温泉是哪里的呢？真的就是北投的。哦，是哦，可能是我去的地方吧，就是我去的北投，我都觉得还蛮舒服，很高级。好，那下一题，你有没有比较刺激的吗？怎么让胸部变大？那就跟刚刚一样，按摩。没有啊，我还是。所以女生的话，有的时候是胸部的按摩之类的。嗯，去胸部按摩。有那样的店哦。有啊，你不知道。那边的按摩师是女的。啊，女的。原来。你要去应征。因为在日本的 A 片里面有看过男生的按摩师，那个太怪了。是 A 片啊。那个太 A 片了。为什么？打咩？好，那下一题。喜欢不穿衣服跑还是喜欢穿衣服跑？当然是穿衣服跑。所以你去过日本的温泉的时候，也有穿衣服吗？那时候是我们反骨的员工旅游去大阪，然后女生就我、雷拉、林黛，我们三个女生就一起去泡，然后就脱光光这样子。你想要看雷拉跟林黛，对不对？最想看的是你。
便的地方没有排便的话，台湾的情侣会穿衣服。哦，如果是情侣的话，来可能就不穿衣服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这边又有榻榻米，一定泡一泡全裸，然后就在榻榻米那边干嘛？一定啊！怎么可能？好，那下一题，有没有在完全啪啪啪过吗？我没有跟男朋友来过，是哦。对，我都跟姐妹，所以你是第一个跟我一起泡温泉的男生。所以我那时候你在邀约我的时候，我就在考虑要吗？我其实很犹豫。为什么你今天决定邀我来？因为是你啊，我相信你的人品应该不会怎么样，对吧？对，我的人品比较高级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因为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那最后一题啊，愿意跟女生讲交久吗？哦，你说跟你交往吗？这是告白吗？你哪有说、这个不是告白，这个是粉丝们给我的问题而已。对，这个不是告白。我不知道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大家听了吗？就不知道的意思是有机会的意思，因为你身边太多女生了，我会没有安全感。跟男生在一起的话，最重要的是安心的，对，安心的感觉，因为我会害怕。那你不用担心，我很安全的变态。真的安全的变态还是变态？好，那泡太多也对身体有点不好，所以我们先要出去吗？对，我们先出去换衣服。OK。好，我现在穿这个浴衣这样，然后现在好像阿里也是穿浴衣啊，让大家看。你回来了，老公你回来了。嗨，老公回来了啊！谢谢谢谢啊！ありがとう。あら、おお。好可爱。很美耶。对呀。这么棒。好舒服哦。好，有点像 A 片哎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啊，这么棒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有。A 片。哈哈哈哈。哦，啊，这个泡温泉之后。有榻榻米。对，榻榻米更舒服耶，这个感觉。这个气氛有点怪怪吧。爱子真不行，现在很多人看我们的这个你看我手机掉了，我手机掉了。你的手机去哪里啊？啊，原来啊，好像啊，阿丽斯，阿丽斯啊，手机在这边，不是下面的，对，手机在这里，对啦。对你找手机阿姨吧，对吧，找手机而已。啊，那是。很舒服啊。怎样啊？好热。好热，我怎么会那么热？我现在有流汗。但是你觉得这个房间怎样？哦，这是我来过最舒服的温泉跟房间，最最最高级的，真的是我这辈子遇过最好的。它很日本风，比如说拉门啊、榻榻米，然后这些都木头或竹子，然后还有这个浴衣，然后又干湿分离。即使你看你在那边换衣服，我也可以在厕所这边换衣服，就不会打扰彼此。觉得好棒哦，那空间设计得很好。喜欢棒，所以大家也有机会的话，就带女生来啊。对，没错。对啊，带女生来一定中了。对，这边还有那个大众风旅啊，也有大众的，然后也有游泳池这样子，对，然后还有 SPA 方疗，真的都有。所以情侣也可以，家人也可以。所以大家也有机会的话，多多来这个亚太饭店。这个不是叶佩，不是叶佩，他真的有付钱。对。好，结束啦。刚刚俊江表现得很好，我说拍片的时候泡温泉，体力很好。
对，开心。但是我发现真的跟你一起拍片超级好玩，对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大家也觉得吗？嗯。大家觉得我们的默契很好的话，请给我们按个赞，还有留言，然后一定要订阅 RDS 的频道，还有 IG 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和你说声晚安好吗？和你做些什么好吗？我内心的独白需要你的回答好吗？想和你闯进人生的花。